祝他们两个，祝福他们两个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妈妈的话比较少，比较短，简短，但是都是祝福，也给妈妈一个掌声，谢谢。妈妈，交给你了，麦克风交给你。头两天不要拿这个话说老板，我这个别人讲，我这个打你。我是姚新哥啊，感谢各位的光临啊，再来再祝两位新婚愉快。好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的祝福。我觉得爸爸长得好高哦。我们现在呢，既然爸爸妈妈呢刚刚都有说要祝福他们早生贵子，那么我们不然我等一下举杯的时候呢，我说。